我。除了小时候的那种成绩和这一次的偷情，这个混蛋抢了我的人，但我真的嫉妒的要发疯了。你爱他什么？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，我不喜欢游戏人生的人。我每当想到我自杀，这种爱情真深刻，就像拿刀刻在我骨头上。我要忘记，既不是你丈夫，凭什么管我啊？我下楼算什么人？只有我不会离开你。太客气了你。嗯，鞋在那儿。
怪不得女孩子都喜欢你，果然是自有一套。小静呢？厨房呢？你随便坐吧。小静，哎，那你们先聊。拜托，怎么现在都是男的做饭呢？张家也一样。张兰是厨师，能者多劳呗。再说了，好厨师都是男的。南方女孩的美德在你们这几个女人身上一点体现不出来，完全被北方的操心给同化了。喝什么？黄瓶。坐吧。喝吧。谢谢。哎，怎么没带女朋友来啊？谁是女朋友？你的呀，就是上次在电影院见的那个，后来在餐厅还碰见来着。那不是一个人。是吗？而且早散了。是吗？这么快啊？我现在没女朋友。哎呀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吧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呀？嗯，对了，苏姐很喜欢你的。苏姐，我们只是好朋友、老乡，仅此而已。哎，你们结了婚的人是不是都特别喜欢给人介绍对象啊？还真不是，我是觉得你条件如此大好的一个男青年居然没有女朋友，真是天理难容。别人我才不管呢。我不急，真的。为什么不急啊？应该先成家后立业。立业是应该的，成不成家真无所谓。为什么呀？你看，两个人再好也是两个人。人家不是说了吗？这世界上连树叶都没有相同的两片。只要是两个人，就会有不同的教育背景、生活经历、思维方式，就有冲突。可能我比较自私吧，不愿意去容忍别人的缺点，也不愿意去分出一半心去替别人操心。这你还真说错了。哪错了？因为有很多女孩子，她们不需要你操心，只要待在你身边，她们就满足了。让人丧失自我，太残忍了吧？哎，边吃边聊。哎，好，走。来，请上座。来，请。哎呀，真不错啊！怎么样？还是家里的米饭香。那你平时自己怎么吃饭？不会都是叫餐吧？就是。哎，为什么呀？你不会做饭啊？不是所有杭州男人都会做饭的。来，开玩笑，我就是不喜欢做饭，讨厌油烟味儿。你就是太没有人间的烟火气了，小静啊！我跟你说啊。将来也不知道什么人才能够降服夏承南，他这个人啊太挑剔了，我看出来了，他是个在生活上和精神上都有洁癖的人。那我看最好是有一个田螺姑娘每天照顾你，然后照顾完之后再躲进壳里去。说得对，这样好。和你比，我们的生活是太世俗了。得了吧，我看我在你的生活里也只不过是一个田螺小子。也说不准，说不定哪天我突然间就想过娶妻生子的生活了。哎，那倒好不过了。你要是有了孩子呀，我们家就和你们家定娃娃亲。哎，我们家的孩子肯定比张兰家的好看，因为基因好呗。别，我还说不准哪天才想不开呢，怕赶不及了。可能真等不了了。我也是已经我们有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先走一步了。恭喜，谢谢。那什么时候生啊？明年春天。真的？哎，太好了。那你还不抓紧呀？哎，你不是还等着核单呢吧？没有，你不说我还不大想起来了。我上次见他两年前吧，在张云家。你们聊天了吗？聊了两句。那时候
国外读书，他已经工作了。一下子就觉得以前小的时候没感觉，现在一下子发现差距就出来了。你想，他都已经工作了，说话行事打扮就像是大人孩子的感觉。你是不是觉得他老了？倒没有，成熟了吧，反正和小时候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我并不认识现在的他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以前在杭州的时候，你、陶丽蓉和他多傲慢。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有一天你会在白梅家吃饭，她丈夫还亲自下厨，我觉得他肯定在骗我。那个老夏喜欢喝红酒吗？行。龙辉还是长城都可以。OK。哎，你随便吃，他做的鱼特别好，你尝尝。就不给你喝了，安胎重要。好吃吗？不错。以后你要想吃什么呀，就给家里打电话，让他做给你吃啊。来，为了下一单。群众三个杯子要挂。干杯。真是的，你为什么要岔开话题啊？我正盘问着他呢。为什么要盘问人家？不光咱们的事。我觉得何丹这么多年不谈恋爱，就是因为心里有他。我是替何丹探探他的底儿。笨，他根本就没必要给咱们说实话。他有可能在咱们面前说的一套，然后见了何丹之后说的就是另外一套。感情这种事情，外人帮不上忙。咱们是看戏的人，没有权利指手画脚改剧本。哟，你还真深刻。真的，咱们在自己的舞台上是绝对的主角，演好自己就行。哎呀，你干嘛？不要因为怀了孕就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是母亲，是亲人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说了，为了下一代，你离我远点。喂，哎，老夏，出来耍呀？你看，我就说了这么晚，不会出来。在哪儿？红旅宾馆。哦，对了，夏，今天照牌的李倩又跟我说了，闲着也是闲着。他不在乎你跟他有没有未来，你们在一起哪怕就只有一个月，满足一下虚荣心就行啊。那谁满足我虚荣心？唉，残酷啊，太残酷了，这个人的存在简直就是含着我们。看看我们现在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啊。唉，对了，以前还说呀，就是轮也该轮着他了。你要真的有什么不堪回首、特痛苦的往事，他宁愿横下一条心当药渣，粉身碎骨也要把你治好。他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啊？非让你相信这世界是美好的人间。我们报社都是好人，我知道。但是想让我就停在那儿，算了。嗨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喝喝。我说老夏，你就告诉我，我们不给你穿。对，说说你到底在哪儿跌倒过。对，说说说说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小时候在夜里等过一个女人没等着，那你这辈子就算完了。不错，有点悬。有点意思啊。哎，你放心，我小是不成，老了还有机会。嗨，再说了，我干嘛要等女人啊？我不等，我玩不了。对，说的对，说的有道理啊。
哟，哎，这么高了，先撤。怎么了？别走啊，先别走啊！这什么意思？没听懂啊？应该再问问。嗨，你们呢？甭费那劲了。他这人嘴多严呐，今天能说这么两句，已经是喝多了。看来啊，他真的跌倒过，而且跌的还不轻。来来来，我们喝。姐，我做错什么了？我改。等你把这水捂热了，我就告诉你哪儿错老夏，几点的飞机啊？下午3点。这会儿就走啊？哎，老夏，你去哪儿啊？上海。啊，再见。来，走啊。
丽霞，啊，对了，请问商务中心在哪儿？就在一楼，从这边走，在小超市隔壁。哦，请问全天都开放吗？嗯，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。直到晚上八点。哟，我们的开幕是八点才开始，我最快也得十点才能赶回来。那我能上哪儿发传真啊？嗯，你可以早上发吗？急得很吗？很急呀，报社的人都值夜班，等着发夜稿呢。真是抱歉。没关系。这事我可以帮忙。先生，晚上好。那么巧。是啊，我刚好带了便携式传真机。啊。我已经出现了。嗯，在818吧。我在22117。那怎么样？先上去。啊，对，我自己来吧。我来吧。
别动我头发。你是谁？告诉我。相信总没一天忘记过我，就像从没忘记过你。还记得上次见面吗？在赵兰家。对呀、啊，那次你的样子把我吓坏了。不会吧？你从来都没有那样对过我。那个时候你有女朋友吗？应该说没有。那现在呢？应该说也没有。这么古怪的回答，怎么讲啊？没什么好讲的。那你有过多少个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怎么能说有多少个呢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但是很难开口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我们最好不说这个。都已经说到这儿了，那就说吧。算了吧。我们不去说这些吧。怎么算了呢？我想，我有权利知道你的第一次是跟谁。你别笑。
是我大学同学，同级不同系。多大的时候？大二。那就是在张兰家见面之前了。对。她漂亮吗？还行吧。现在在哪儿？应该在美国，我不太清楚。我问你这些，你不会讨厌吧？当然不会。我建议告诉你了，我只是怕你听见不舒服。听了当然会不舒服，可是还是控制不住要问。女人都是自虐的动物，没有苦难要自己制造苦难。那我可以问你同样的问题吗？当然不行。为什么？不公。奶奶，你不懂，没有一个女人愿意跟她的男人谈论这个问题。那你为什么要强迫我回答？我没有强迫你啊，其实每个男人都愿意谈论这样的问题，这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。开了，开了。来进去看车了啊！前后都有。好看吗？这好看，这好看，我的。来，雨冰哥。买了一个。我这个还没吹。哎，太贵了。二位吃点什么？老板，给我来一碟毛豆，一碟花生，一碟小柿子，一碟锅贴。好，给我来扎啤酒。要什么？可乐。谢谢。我觉得我们像失散了多年的亲人，还是亲人。我也说不大清楚。你不是一直投稿社会新闻吗？怎么这次也来跑经济了？毛豆花生，谢谢。该换了，你怎么知道？大家都是做新闻的，谁不知道谁啊？再说你名气那么大。那你怎么也这样对吗？我喜欢往外跑，只要不在杭州，去哪儿我都抢着去。真奇怪，我这次来大连，就觉得没发生什么事儿。你采访完了就回去吗？我想采访完了再打电话。齐了，慢用，谢谢。
谢谢您，三十。不用找了，哎，谢谢。接下去。没人不想去，就想和你在一起。你后来还见过那个女主持人吗？打过电话，只是问个好。刘和他们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他们说两个人到底有没有关系，你们这帮人有自己的一套鉴定方式。我不是所有事儿都是别人推心置腹的。你是指我吗？当然不是，我的意思是再好的朋友要有个界限，事情不是想当然，你要信我而不是信他。可是什么可是？你为什么不解释呢？我为什么要解释？我就不喜欢被人冤枉。所以咱们不是同一个人吗？我就不信没人给你投怀送抱。但是我现在认识你，我也会被你吸引的。为什么总是不明白他们和你没有可比性？你在我心里已经一辈子了。啊，妈，谢谢。来呀，这边。走。哎，你好，你进来一下。那个女主持人长得怎么样啊？问你呢。还行吧。哼，我就知道。你叫什么呀？年轻漂亮又有名。在我心里你是不会说的那么俗气话的人啊。楠楠，我告诉你，女人在这种时候都是俗气的。真的？那我真的要想想。想什么？我问你，在你眼里什么样的女人是性感的？热情。热情挺性感。
一副来者不拒的样子。难道你真的没有喜欢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吗？也不是完全没有。看看，还是有吧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何况我很正常。没关系，你说说看。反正那个时候我也没跟你在一起，或者你把他们都忘了，完了就完了。一瞬间的喜欢还是挺多的吧，比如一个表情，一句聪明的话。会爱吧？你能从那种思念里面找什么呢？就不许虐别人。走多久，我会在这里守。